局内底有设定安全能力，所以唔免烦恼。上车就是咱人后边跳车，临前将你若跳车，车会起急电，另外一边就变过就受伤啊。啊，所以爱记哩，无叫你落车，绝对唔好落车。哦，咱即卖行程当中有一点整治的，所以咱这段路由咱这吼动物园，来到咱的四季如春的花海，到咱这个观光的美甲，这就是咱今仔的行程。啊，咱即卖来准备来出发。那我们在移动的时候呢，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安全，小心，小心，再小心。那我们也可以跟我们这个左右两旁的大家挥挥手，说一下拜拜。是拉拉车啦，哎呀，公里的拉拉车啦，一台拉，好几台。啊，要鸵鸟吗？哇，好像鸵鸟，好像鸵鸟。啊，我骑骑骑吼，你骑好倒啊吼，啊，搁喷阿飘都喷袂掉啊。哎呦，那这个，哎，他喜欢紫色啊，你喜欢紫色。来，阿飘来。哦，他摔了，他摔了，看，哦。哦，你修容嘛？哦，修容嘛，袂听啦，爱修容，修容咱会惊吼。你已经迟四点钟了。来来来，进来进来。好啦，你慢叫啦。唔敢。哎呦哦，一种。干嘛？哎，干嘛？干嘛呢？哎，那如果呢，待会有人晕车，有人想吐的话呢，哎，可以跟我说话，我不会理你，没有关系。可是很奇怪，为什么他们少一个、少两个的？拉拉车，他转圈圈呐、啊。我跟你说，我国小是田径队的，我跑得很快。哎，你没有看到我追到我们前面的屁股了？哎，只是我现在跑。来，那各位几位帅哥美女，这个角度有对的话呢，我们也可以跟外面的大家稍微挥一挥手，打个招呼一下，然后。哎。对呀，听好，登记。我来身体健康，健康平平安安，顺顺利利，好。好。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最后一个人，今天没回来啊，没回来，没啊，哎呀，陪我们出来一头啊，你啊，林代表，有站无？站啊！